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。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；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25页啊，925页，从第一行看起啊，念佛读啊，是小标题啊，请看经文，十当念佛，戒断惑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我愿。这一段就有四句，前面两句跟上面一段的两句连接起来，敬于佛者是为大善，十当念佛戒断惑疑。前面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四句经文实实在在是一大藏教的纲宗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示现成佛，讲经教学49年。要问他教学的宗旨是什么，纲要是什么，这四句话可以完全包括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叫我们敬于佛者是为大善，十当念佛戒断惑疑。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，就讲圆满了。四句包含49年所说的。重不重要？去学佛，为什么学不好？这个我们不能不注意。为什么过去人学佛都有成就，现在人学佛没成就？什么原因？过去的人懂得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所以他有成就。现在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？现在人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
不是老师不肯教，老师肯教。啊，我在65年前，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约我到他家里见面，见面给我第一句话，他说的，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希望有缘能够到学校听他的课啊，他在台大哲学系的主任，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告诉我，现代的学校，诸位要记住，65年前的学校，那现在就更不必说了。学校的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到这个话，心里很难过。老师完全拒绝了，我们的希望落空了。当然，表情就不很好。啊，老师看到了，沉默了5-6分钟。老师说了：“啊，真想学。”这样好了，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所以我的课是在老师家里教的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教出来啊。很多年之后，我总是想这个问题，突然明白了，老师在学校里大概有不讲的。为什么不讲？学生不想听，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啊。印祖说的，说得好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。学生对老师没有一点恭敬心，什么也得不到，所以老师就不想讲，讲了是白讲了。学生上学目的是拿文凭，将来在社会上可以找一份工作，目的就达到了。老师不能不教啊，不教是这是他的职业，他靠这个生活啊，学校给他的工资，给他的钟点费，他能生活。他要不来上课的话，他就失业了。所以大家都敷衍，学生上课是敷衍，老师教学是敷衍，大概考试的时候把考试题给同学们啊，预先都招呼了，每个人考的都分数都好，皆大欢喜，就不想学校啊。这个话外头决定不能说的啊。老师把真实状况告诉我啊，以后我明白了，学生没有尊师重道，不想学。老师想传弟子，老师第一桩大事
就是自己一生所学的，要有传人把它传下去。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没有传人，你教的再好，你死了一切就完了。这个对不起了前面老师。所以我们认真学习还得要找人传下去，继续传下去。不能让这个法门断掉了。这是大事。文化的继承，文化的传承很重要。中国在全世界说到这些真的是世界第一。5000年文化没有中断过，一代一代，代代都有先人，都有大儒出现的。佛法里就高僧了，代代有高僧，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了。我跟我的老师比不上啊，差距很大。我的老师跟印光大师比又差一大截。我们以后怎么办？这大问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？这个说来话长。满清亡国，民国成立了。在过去帝制的时代，朝代的兴替至少也有20多次，20-30次。但是下面一个帝王一定是把老祖宗东西完全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。所以政权巩固之后，5年之内一定颁布礼乐，社会就上轨道了。唯独这一次满清亡国把祖宗东西丢掉了，不学了。所以留学生在外国学的东西回国主张全盘西化。我们今天尝到果实了。那往下去呢？往下去看这一代的学生。这一代学生里头，现在我们发现海内海外真有一些少数，不是多数。父母明白了。在家里教小孩。从同盟养正这些教科书学起。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。学这些东西扎根。再大一点。6-7岁的时候就可以学《论语》《四书》。对呀，但是这些他没有学习，他不是在学校念，在家里念的。像佛法所说的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没有学位没关系。真正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
真正是中国的读书人，还是有办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。啊，这四句话概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，同样的也概括了中国5000年全体的文化，你看是不是？啊，敬于佛者，中国人敬祖宗。每年至少有2次祭祖大典，清明、冬至。啊，有时候做3次，加上中元。啊，中元是7月半、7月15。啊，3次祭祀。祭老师就是孔子的圣诞。啊，1年1次，念念不忘老祖宗，孝道。念念不忘老师，师道，师道是敬，孝敬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啊，没有这个根本，就扎根教育，中国的同盟教育大概在5岁以前，啊，聪明的小朋友3岁就上学，一般是4岁。啊，4岁5岁这2年，根扎下去了，根之根是母亲怀孕。啊，中国人懂得胎教，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族群没听说过，中国讲究胎教。啊，母亲怀孕这10个月，思想端正，言语如火，动作缓慢，啊，为什么？保护胎儿，影响胎儿，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好教。啊，出生之后他眼睛张开了，他会看，他耳朵他会听，记住他很聪明，睁开眼睛竖起耳朵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啊，跟谁学习最接近的是父母，特别是母亲。母亲要看管他3年了，1000天。啊，看出什么呢？他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全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。啊，都是好的，让他看到伦理、道德。我们一般讲5伦、5常、4维、8德。爸爸妈妈要做出来，做给小孩看。啊，孝顺父母从哪里学的？自己孝顺父母，让小孩看。他看到3岁3年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就深有信心，他就学会了，他将来会孝顺爸爸妈妈。身教不是言教。啊，对老师的恭敬，
是叫孩子看的。那净思书白老师，老师坐在当中，老师上面是孔老夫子的牌位，先拜孔子，大臣至善先师。啊，拜完孔子，那时候行礼，三跪九叩首，是一般人对皇上的礼节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。啊，我小时候还干过。啊，父亲有祖父的，啊，祖父父亲在前面，小孩在后面跟着来，看到自己的父母、祖父母对于老师那么恭敬，在学校对老师不敢不恭敬。啊，你看到的，家里面的大人长辈对老师没有一个不恭敬。尊师重道，所以老师要认真教，不认真教，对不起学生的父母。啊，参加考试，学生要没有考中，老师面子不好看了。老师的儿女参加考试没考中，学生考中了，老师欢喜啊，社会大众赞叹这个老师心量大，没有私心，把学生教好了。现在学校没有了，多么悲哀啊，关系什么？关系这一代的人教学的根基不稳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像过去每一个朝代里头的最优秀的老师、最好的学者，这个时代没了，看不见了。啊，往后如果没有孝敬的根基，只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你说多可怜。这个问题多严重。学校校舍建得再好，富丽堂皇，没有大师级的教授，这是悲哀啊！啊，为什么没有大师级的教授？没有孝敬父母师长的学生。它有连环的关系。啊，所以孝跟敬是多么重要。啊，今天的经文啊，开头十当念佛，戒断慧。这是对所有学生讲的，现在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对所有佛教徒所说的，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应当念佛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49年
苦心教学，就是为这四个字。你真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，释迦佛的教学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大学校，是佛教大学，校长就是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是那边的教授，是那边的讲师，把你送到佛教大学去了，毕业就成佛了，佛的教学就圆满了。这真的是他的本愿呢。如果去不了极乐世界，麻烦可大了。为什么？六道轮回出不去。无量界当中，这不是论千年万世，不是，无量界中啊，你在六道界搞轮回，搞得多苦啊。在全世界自古至今，身为中国人是有幸的，是很有福报啊。没有福报，你不会生长在中国。为什么？中国圣人多，儒释道三教圣人，有人讲，地球上五千年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，现在都不存在了，现在存在只有一家中国的古文明。为什么中国还在？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家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。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。凡是没有宗教做根本的文明，很难延续到300年，也就是200年、300年，它就衰了，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文明何以5000年到今天还存在？因为中国有3个宗教支持，这其他的是1个宗教，没有像中国，中国有儒释道，这3个宗教。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认为宗教就是迷信，错了。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，我们查字典，字典上解释的清清楚楚。宗是什么意思？宗有3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尊崇的，尊重崇高。这3个意思。教也有3个意思。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这2个字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
遵从的教化，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完全歪曲了。如果再加两个字，你就更清楚。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完全明白了。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。中国人读中国历史，多么辉煌伟大，中国人遭遇的这些苦难，都是把自己文化、自己的沉船误会了、疏忽了，甚至于把它丢掉，啊，要跟外国学，外国的文明没有了，现在只有科学技术。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是非常危险的。现在科学技术有能力毁灭地球。所以欧洲这些汉学家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，地球上的人口可能绝灭了，绝种。啊，所以大家都在想如何避免。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能都是从中国学去的。中国早年的统一，夏商周。啊，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，政治的统一是秦始皇开始的。秦始皇。啊，夏商周是文化的统一，古书里记载的，书同文，车同轨。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面、文字方面统一了。小篆。啊，在生活方面度量衡统一了。方便，大家方便往来。啊，尊重。夏商周为天子，啊，天子说他政治办得好，向他学习。怎么统一？那么希望地球也能统一，啊，不是政治统一，文化统一。啊，文化统一用什么？汉学家没有一个不肯定的表态，要靠中国，希望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，中国文字统一全世界。中国的文字是汉字。啊，我们今天保留的大陆叫繁体字，香港跟台湾还保留了这种文字。这种文字是有根有本的，从哪里演变出来？从小篆。啊，小篆是2500年前
孔子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文字啊，演变为隶书啊，为楷正楷，要学这样的文字。要学文言文，文言是中国老祖宗真的是高度的智慧发明这种啊题材，文言就是书，言语跟书写的把它分开啊，外国的拼音文字啊，它是不分开的，不分开，过个一两百年，言语变了，那文字就没有人认识啊，这是拼音文字很遗憾的一桩事情。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，不是叫你听的，是叫你看的，一看就懂。哎，这个字就什么意思？看你明白了啊，表意的。所以这种文字要保存，总的来说就是古今，古今常通。这文字古今常通，你看孔老夫子的《论语》。论语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遗行言行，现在我们能看到2500年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，能懂得他的意思，能接受他的教诲啊，这外国文不行啊。啊，这一次我从欧洲回来，校长就告诉我，现在很多欧洲人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能够阅读，字不认识，没有人在用那些老的文字了啊。这就是你看印度人聪明，梵文是拼音文字也有这个问题，他把大量的经典统统送到中国来，翻成中国文言文作为载体，这最高明的方法，让佛经可以传千年万世，它不会变意思。古时候做了这么一个大的动作，那将来我们希望的是什么？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都有圣人，都有好东西，但是一定要用中国文言文做载体，它才能传下去啊！不用这个做载体的话，它没办法传下去啊！300年之后就没有人认识，没有人能读啊！所以中国不能灭亡，中国文化不能失传啊！如果是中国文化要是灭了，整个地球走向黑暗时期，黑暗什么？没有智慧了，人只有贪嗔痴慢疑，再没智慧了，那这个世界乱成一团，这不像世界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所以我时时刻刻鼓励年轻人好好把中国文字学好，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，文字学啊，把文言文学好啊，学习文言文。过去我的老师
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，啊，一定要背书。我在台中十年，老师讲了一部《古文观止》，这300多篇，一个星期讲一段。如果是文长的，大概2个星期讲完。啊，一般短的，一个星期讲完。他不过一个星期是有3个小时课，一堂课3个小时。啊，老师教我们要想读文言文，至少能背诵50篇古文，能背50篇，你就有能力读；能够背诵100篇，你就有能力写。40岁以前还行啊，40岁以后就困难了，比较难了。啊，如果是45岁的人想学，下功夫，用个1年2年的时间就可以了，你就能读，就能懂了。啊，这个是有必要的。啊，应当要学习的。古人累积了多少智慧、经验、方法，在小国都在四库全书里头，瑰宝啊，整个人类的瑰宝。啊，我们总希望有一批人用一生的时间专攻传统文化，啊，在这么大的这个全书里面，你自己喜爱的选出1、2种，一生锲而不舍的去学习，将来都变成专家。啊，专攻易经的医学专家，专攻四书，甚至专攻论语，古人都有啊。就像学佛人念经一样，把它定做早晚课，一天不缺。啊，诗词歌赋都一样，都能成为大家。啊，我们的老师多才多艺，我们所有的学生只能学他一样，他样样都通。啊，台中徐雪明居士学古文，我那个时候学佛经，啊，江一子老师学唐诗，啊，学国画，都有成就。啊，老师还是很好的中医，他的医道很高明。啊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一生，他也做过官，做过法官，法官判错案子冤枉人，这可能有，但是一生用医治病啊，没有过失，这他自己感受。啊。没有把治错病，啊，没有用错药，
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叹的是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这是整个大时代、大环境影响的。如果不能在十年当中找回来的话，以后恢复很难。要真正有认知的人提倡啊，还得有一批年轻人真正做出牺牲奉献啊，远离明文理养，专攻传统文化啊，儒释道三家啊，这个里头有乐趣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。佛法讲的皆大欢喜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这一句话佛讲的很重，适当念佛。对于念佛法门，决定不怀疑，深信不疑。凭什么相信？凭老师不骗我。这个老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话是佛说的。我们如果真信他49年所讲的，不离开这个，你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什么都成就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这8个字。下面2句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我缘，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爱欲。爱里面有情，爱是好的，如果跟情连上去之后，问题就出来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，昨天还有人问我，我们的学习以什么为根本？作为我们的指南，一生不能违背，能得到很好的成就。我回答他的就一个字，爱。怎么说呢？所有的宗教你去看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佛教大慈大悲，就是这一个字啊。这个字是不能有情，情是妄想，全是迷惑，那就坏了啊。爱欲这个名词，他所造的业不善，果报是三途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个一定要认清楚啊。所以这众恶的根源
就是爱人。啊，佛教我们要用真心。啊，在我们的经体上，清净、平等、觉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这一句话说完了。真心是清净，清净没有染污；真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对立。啊，真心是同体的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真心变现的，真心是一个变现出无量无边的世界。啊，在这个太虚空里头，十方诸佛刹土都在里头。真心变现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真心不是物质，真心也不是没有情绪，就是说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它没有起心，它没有动念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把真心找出来？禅定，修定的目的在此地。把真心修出来，把妄心放下。啊，妄心是妄想、杂念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是妄心。这个东西放下，真心就现前。啊，真心现前，在佛教叫做明心见性，大彻。大彻大悟，见心之后是什么样子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啊，就是他对于老师五祖仁和尚的报告，要求老师给他证明他开悟是真的是假的。啊，师父就告诉他，你说给我听听，啊，你悟的是什么？他说了五句话。第一句，本自清净，啊，真心本性是什么？本来自己就是清净，有没有染污过？没有。在六道不染污，堕地狱也不然。啊，真心它是真的，谁都染不上。啊，它清净。啊，第二个，不生不灭，本不生灭。整个宇宙都是生灭法。不管是动是静，通通是生灭法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但是真心不生不灭，那叫我，叫无量寿啊！啊，第三句，本自具足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自自然然具足，它本来具足。居住什么？
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样样都是无量的，包括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本来有，所以它现出来。啊，所以只要明心见性，我们想学这东西就圆满，就毕业了，样样去做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智慧是从自性的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所以只要你见性，智慧就现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智慧，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孔夫子的教学，啊，老庄的成道，都是本自具足。而且是什么？无师自通。慧能大师谁教他的？没人教他。他在黄梅8个月是在对房里面冲米破柴。跟五祖忍和尚只见3次面。8个月只见3次面。啊，第一次到里面来拜师，师父把他送到草房去工作，做苦工。啊，冲米破柴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啊，一直到神秀做祭子，他把它改掉了。六祖巡聊第二次见面，第三次见面是当天晚上半夜3更召见他。只见3次面呢，你这个要搞清楚啊！啊，8个月当中见3次面，啊，衣钵传给他了，啊，无师自通啊。我们要相信这句话，这句话外国人不相信的，哪有不学可以通的？你本自性本有的嘛，它怎么不通呢？只要坚信就行了，什么都通了。啊，中国人懂的，印度人懂的，啊，西方欧洲人不懂。啊，就是叫你把心定下来，心里头。只要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成佛了，就全通了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但本来是佛，而且是一体的。佛佛道同。啊，第四句话的时候，本无动摇，真心是定的，没动过，没摇晃过，如如不动，这真心。所以，凡是浮动，都不是真心，都是妄心。妄心是有动摇的，真心不动。啊，所以你要怎样见本性，怎样见真心，你这个妄心不动，真心现前。最后一句话，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。啊，我们能看得见的宇宙，
看不见的比这个更大，不知道大多少倍。啊，真的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无内，今天量子力学是无内。啊，天文学家他们所可见到的是无，无外。啊，找不到外面。这是自信，自信的体，自信的现象，自信的作用。啊，佛法里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这是真实真相。你完全通达明了，就叫菩萨，就叫佛。啊，菩萨佛是我们自己本来居住的，现在只是迷了。怎么迷的呢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就变成凡夫。啊，起心动念还不错，还能算是菩萨。啊，菩萨罗汉。啊，到分别执着就不行了，就变成六道了。六道众生通通分别执着。啊，能大师就这五句话了，讲到能生万万法，无足就是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一波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半夜走了，送子走了，五祖三天没出房门，人家以为他生病。啊，三天是吧？看慧能走得差不多，走得很远了，追不到了。哎，他在那房门打开。啊，大家问他呢，向他请安。啊，他没事。啊，然后告诉大家，一波走了，不在我这里。大家这一天就晓得了，慧能拿走，慧能不见。啊，半夜走的。三天之后发布信息。啊，没人找到，躲在猎人队里头守护你。为什么？嫉妒障碍啊！你说这烦恼多重？啊，守护年，大家对这个事情淡化了，不再追究了。啊，慧能才现身。出来讲经说法，唐朝大唐盛世啊，还有这些状况，何况今天？今天学佛很难的，不容易啊，不是大福报、大善根。不可能有成就。啊，最难得的，我们今天看到十当念佛，看到这一句，马上就会想到海贤老和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八个字他说给我们看了。做多久了？做92年。啊，他20岁出家。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师父，我们知道了。他的师父要不是明心见性，就不可能认识这个学生。见到这个学生高兴的，传人发起，他有大成就。
这学生到哪找去？来了，给他剃头，只叫他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啊，他得到什么呢？跟慧能大师一样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有过去例子太多，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，这是念佛功夫第一个阶段，他圆满，应该在25岁。啊，他20岁开始念，不可能超过25岁，因为得功夫成片一般。真正用功的人3年可以得到，啊，顶多25岁。再向上提升，四意心不乱，那个功夫等于阿罗汉。我们相信，在30到40之间。啊，30到40岁，他提升到功夫四意心不乱，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，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觉得海贤老和尚应该在40岁前后，他功夫到这里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来去自由，为什么不去？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，跟他讲你修得很好，做一个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，特别是给念佛同修想求生净土给他们看，做个表率。所以他的寿命那么长，不是他本来的，他本来顶多也不过70老80。啊，他爸爸，他爸爸早啊，死得早。他的母亲86岁走的。他还有个师弟海清82岁走的。啊，我想他的年龄应该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怎么会112岁？阿弥陀佛给他延长。给他有任务，给他有使命，啊，而且还告诉他，跟他约好，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一本书？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》。这本书。啊，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。所以他天天盼望。那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谁会送书给他？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怎么可能送书给他？啊，2013年。前年1月，真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，
啊，所以他一看到有人带本书就问他，这书什么书啊？人家也告诉他，他欢天喜地，真的大欢喜，回到疗房，把他最喜欢的衣袍穿上他的大礼服，手上捧着这本书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，就是这张照片。啊，你看，这张照片照完之后，第三天走了，走都走潇洒。走的那一天，当天，他还在菜园工作一天，一整天。整地、拔草、浇水，那个大菜园啊，做了一天，做到太阳下山啊，旁边同学看到讲老和尚天快黑了啊，可以休息了。他跟人说，他说快了快了，我快做完了我就不做了，真的，第二天就走了。他真的不做了。啊，这我们能相信，他绝对不是妄语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是我们好榜样啊。啊，我们对这桩的事情，在经文上这决定不能够怀疑自己。善根不足，福报不够，为什么怀疑这一次到极乐世界的机会失掉了？啊，所以第一等聪明人，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头等大事。怎么成佛？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纵然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是成佛。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啊，但是大家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让每一个人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。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平等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想通，什么事情能够跟它相比？找不到了，头等大事。我们看看黄念老的注解啊，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。解时当念佛，戒断惑疑。一念佛，方是净何佛恩，何是担当接受。那真正恭敬，把佛的使命，这个担子，弘法利生的重担，自己接过来了，这报佛恩呐。底下说：“一尘怨海，六字洪明，是为佛恩中最上之恩。”这四个八个字要记住，一尘怨海，六字洪明。啊，一尘是成佛的大法，大乘毕业叫菩萨，成就菩萨；二乘毕业叫阿罗汉。啊，二乘是小乘，啊，大乘是菩萨，
一乘是成佛，佛说经说这么多经，一乘经只有两种，两部。第一部《华严经》，完全讲成佛；第二是《法华经》，第三是《梵王经》，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。梵王有60多卷，只有2卷，《梵王菩萨戒品》只有这一品。这再没有了。一乘可了不起啊！那除这3经之外，这是个特别法门，《法华》《华严》《梵王经》都很难，很不容易做到。这个法门可以做到。重实质，不重心识。只要你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6个字行，4个字也行。念念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必定往生，一个都不漏。你看海鲜老和尚妈妈86岁走的，走得多自在，走得多潇洒，没有生病啊，说走就走了。海鲜老和尚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，他们这个小庙3个人都不认识字，都没念过书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妈妈也是的，海清也是的。就在我们面前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真是苦口婆心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劝勉大家。我们能够接受，是佛恩中最上的佛恩，我们接受了。这个法门不妨碍我们日常工作。工作的时候办事，办完之后念佛，阿弥陀佛就起来了。你说多自在，一句佛号。这一部经上就讲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是所居住的智慧的能相好。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，前面所讲的敬于佛者，什么是敬佛？念佛就是敬佛。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，是真正敬佛，是真正在修行，是真正释迦弥陀的弟子，一生决定成功。都是6根，今年相继。身口意三全入佛中，
实是真舍归净，归舍归依。啊，这都是我们要学的。念佛的道理，这么大的功德，从哪里来的？底下这两句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这就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念佛的心态，六根眼耳鼻舌身，向内不向外。啊，我眼看外面，外面不能看什么东西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眼根是住，不放心上。啊，为什么？知道外面是一些假象、幻象、梦幻泡影，无论是善是恶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耳听也不放在心上。啊。鼻嗅香舌肠胃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心上呢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真念佛人啊，不一定要念出声音，什么环境都能念佛。这个方法非常方便的啊，但是要什么？要净念相继。这个净念念头就是佛号，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，这叫净念。念念是净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念是佛号，是相继的。要这样念佛，啊，这才是叫三业尽奉，就是身口意三全入佛中，时时真实归净，归是归依，净是尊敬。真念佛人呢、啊、若于真实念佛，首须戒断惑矣。你要想真正念佛，从哪里做起？对于这个法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如果你半信半疑，那不行，那这功夫不得力，被破坏了啊，功夫得力是没有杂念掺杂进去，这叫得力了。啊，狐狸心多疑，所以用狐来做个比喻。啊，行人就是念佛人。不能把疑断掉，不敢勇猛之前，所以叫惑疑。啊，当知疑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！什么罪？这个大罪你不能往生，你这一生不能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个怀疑是一切不善的根本。84000法门，怀疑没关系，
念佛法门怀疑就不能成就。啊，念佛全在信愿之有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。我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愿意往生，就成功了，条件就具足了。品位高下，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理心不乱的生十八土，事业心不乱的生方便土，一般功夫成片的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四土三辈九品是念佛功夫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都是念佛功夫，功夫成片是初级的啊，提升事业心不乱，再提升理业心不乱啊，理业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，快啊，太快了。啊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，啊，密宗，有很多人喜爱、想学，啊，念佛还都要加一些，啊，需不需要加一些？不需要，因为。这个法门是上上乘门，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比的。宗门教下哪有这种成就？六祖慧能大师的成就，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。那也是多生多劫，修行成功的啊，在这一世我们看到圆满，净土法门不是的。纵然造作罪业，极重的罪业，无逆十恶，临命终时，遇到有人劝他。你赶快忏悔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都接他往生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前面第六品四十八愿我们读过啊，愿愿都是实实在在的啊，都兑现了。啊，没有虚愿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生欢喜心，要勉励自己，非去不可。啊，我去了，我才能帮助人。啊，我们的亲朋好友，我到极乐世界，我有能力帮助他们，把他们慢慢统统接过去。啊，自己不能成就，家亲眷属都没办法成就。那看他们在卧道里的受苦，这不忍心。所以，疑根未断，即是罪根，这两句话要记住。他实心实意，半信半疑，或者是
勉强试念，而意识未安。啊，勉强试试看，不是真心诚意。啊，口水念佛，心目他走。啊，心里面还羡慕别的法门，皆非真实念也，这都错了，这都要记住。啊，念佛不能往生，什么原因？要找出来。啊，要知疑情不断，正心难生，有怀疑，怎么办？他障碍正心，他障碍你往生，经教帮忙啊！所以劝人把《无量寿经》念一千遍，他就不会怀疑了。啊，一千遍一根还没断，两千遍，两千遍还没断，三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个时候，真心自然就生出来了，疑情断掉了。啊，另外一个方法，不念经，听讲，明白了，也能够断疑生信。啊，所以讲经说法作用在此地。啊，讲经的功德是听众里头有多少人真正生起信心，老实念佛，人越多功德就越大。可是自己还是要真干啊，自己不真干，听经的人往生，讲经的人没有往生。有没有人？有，不但有，还很多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五欲六尘放不下了。我们亲身经历，在身边，同学朋友啊，二三十年到四五十岁了，还有过失还不能断。这就是放不下。啊，念老在这里全都给我们写上了。要知疑情不断，正心难生，幸运有亏也，不圆满了，自量欠缺，故须戒断惑疑，老实念去，莫执念去。我这就是一直拼命念去，直拼到死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人，如是才是大善的。黄念初老居士苦口婆心劝我们了，至诚恳切到极致，不能不受感动。上面说明
断疑而念佛。下面又说念佛即能断疑，我们看老人引用安乐集说的，安乐集云，若能常修念佛三昧，能除贪嗔痴疑，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。为什么？念佛是修定，心里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定。那定在佛号上，时间久了，念佛三昧自然成就。啊，定能断烦恼，能破无明，啊，尽极光通啊，极到极处的时候，就放光了。啊，放光是智慧之光，智慧就升起来。所以，不论是现在、过去生中的，或者是未来的。三世的障碍罪障，念佛通通能除，这个要相信。我业障深怎么办？念阿弥陀佛，只要一直念下去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念上半年，念上一年，你自己就感觉到不再怀疑了，信心坚定了。啊，愚痴少止，心则惑矣。念佛除痴，疑情自断。莲池、灵峰是偶业大师，这两位大师都说：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。啊，妄念多没关系，把佛号加上加进去，佛号熟了，妄念就少了。啊，妄念是业障啊，自己晓得。如果是妄念多，就是三途；善念多，就是三善道，人天善道，通通不要，不搞六道轮回了，六道太辛苦了，全部放下。啊，此乃适当念佛，戒断何以？有一个意思。我们都应该要明了，都要懂得啊。再看底下的经文重要，注解也特别详细，拔诸爱语，爱语人之最难放下的，要时时刻刻警惕，爱欲不除，不能往生。啊，对于念佛功夫，决定有障碍，所以
拔欲者，定力烦恼。啊，烦恼是障碍，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，故劝拔除爱欲，度中恶缘。啊，度是度色，把恶缘，一切罪恶的根源，把它度去，令离恶业，度有色业。恶业是恶道家本，恶道就是三恶道，恶鬼、地狱、畜生，啊，是恶道的根本呐、啊。恶业不能造，造了很麻烦的，没人能救你。造的时候不知道，死了以后完全明白了。啊，唐太宗附体，那个光碟我们看了，说的话是真的，一句都不假。啊，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呢？因为他找我，我们发现寻书之要，我找了三年把这本书找到了，啊，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世界书局的样本书寄给我看，那时候我在澳洲，啊，寄个样本给我看。我们有六七个人围着看这部书，啊，当中悟仁师的妹妹在，仁师跟他妹妹都在场，他妹妹突然跪下来，跟我们大家说：“我是李世民，哎，我听说李唐太宗跪在面前，那我就请他起来坐，不敢坐，就跪在说，来感恩。我说我对你没有做恩德的事情，这就寻书之要。他都在地狱，就是因为印这本书，这个书的功德，地藏王菩萨把他带得出来，来感恩。告诉我，这个书可以救中国，可以救全世界。救中国我知道，救全世界我没想到。所以我相信，仁师的妹妹不是做戏，不是他装出来的。我从这个地方就肯定了，唐太宗附体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我们印这部书，啊，这部书是他下令编的，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，啊，从他自己文武百官都要读这部书，啊，建立共识，啊，成就他的丰功伟业。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杀人太多。啊，在我们想到隋炀帝晚年，啊，不离朝政，这到处革命，去这个来争夺政权的，唐太宗也是其中一个，啊，把这些群雄消灭了，他拿到政权，啊，是个好皇帝，很难得，啊，杀人太多。啊，不能说皇上杀人就不偿命了，皇上杀人也要偿命了，也要堕地狱，给我们很好的警惕。啊，可惜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不到十分钟，他就走了。
我从这地方相信，这个深圳那个碟里面讲这些话，我都不怀疑，我都相信。我愿啊，就是是我也。身杀身，偷盗邪淫，口妄语两舌，其语恶口，意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我愿的啊！所以佛劝我们要把它堵塞啊！望西大师，这是日本的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他在注解里都有。度众等者，令断我业，流转生死，我业为缘，故言之缘。啊，会疏里头说，诸烦恼中，尘秽为最，故言之缘。一直无明为之缘，佛习断尽，更无余惭。古云度众我云，这两种注解都可以看，都讲得通。会疏就佛这边说的，净严疏里头指我们学佛下手啊，都讲得好。佛是一切我云通通度，他才能成佛。那我们要想做佛啊，要想恢复自信，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通通现前，自然现前，那就要修戒定慧，就要把恶缘找出来啊。十善业道是佛学学佛法入门的教科书，分量不多，讲得很清楚，要从这个地方扎根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才能成就道业啊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断，那就是经上所说的流转生死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非常可怕，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。我们看到很多同参道友中年晚年不能够保护断我修行，啊，依旧疏忽。这个疏忽我们知道，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，经不起诱惑。内里面根不够深，德不够厚，所以会被外面境界动摇。今天这个世界，财色名利能不动心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不动心。为什么？无量劫来你所熏修的是烦恼习气啊，是五欲六尘啊，机会不现前，
你还能保住啊？没有这个缘吗？啊，你想谈谈不到吗？如果有这个缘摆在你面前，你能不动心吗？这就难了。心一动，三恶道就现前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过去参加很多讲座，很多道德讲坛，讲得不错，我们听得都很欢喜。没有想到，都快五六十岁了，怎么又被这个恶业牵连，造作罪业？不能说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会讲，他怎么不知道？忍不过啊，看得破，忍不过，掉下去了，多，很多。所以今天这善人到什么时候才给称他为善人？盖棺论定，他真的一口气不来了，哎，善那是真善，他保持到底啊，没有在晚年时期啊，这让我们联想过去的社会，好，没有这么多诱惑。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诱惑，你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你所接触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恶缘啊。经上讲的三恶道的根源，二一无间地狱排名第一，到哪里去？都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啊，贪官不想贪了。啊，金银财宝送在你面前，你动不动心？啊，还是接受了。环境造成的，所以要懂得原谅他。他小时候没有受过扎根的教育啊。中国古人有节气，如如不动，原因在哪里？从胎教上扎的根。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，三岁之前扎的根，八十岁遇到这个这一些事，他不动心。他能不受干扰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